可这只比较火啊，这只比较火。据我所知，好像前面的关卡比较难，后面比较简单。好腰嘞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。我也想起技能啊，刚刚给我掉全体啊！王冠不好打，为什么？王冠怎么了？王冠什么技能？近效强化足中毒，克制属性才有伤害哦。好 ，OK。再教一个，干！得好，林老师，妈，这一关每次都上钢炮，我们真笑哎、欸，太离谱了吧！哈，永远的上钢，永远上钢波，林老卡好大水饺。永远做三钢波啊！永远做三钢波，你看下面啊。嗯，干就笑到了。我没有生气啊。你应该是第一次来的观众，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一点而已。嗯，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一点而已。第一次来的观众，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按键，随时可以收到平板及时观众第一手开台消息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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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s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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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没有木木都能够三星秀好吗？等一下，刚只有一组攻击猪的样子吗？啊，靠北！我讲没有，好说好说，怎么不要乱讲吧？说我很强，到又被酸民酸，我跟你讲，木猪是木猪哈。还是号称全什么知道转出最烂的那位实况主啊！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目前神魔之塔还没有打不过的关卡、啊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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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对，不过你要三鼠，忘记我把其中一鼠拔掉了，忘记了，因为刚本来有个光的，刚本来有个光，不过没有差、啊。
收得到对不起加油，为什么要对不起啊？你做了什么？来啊，打我啊！哦，好痛啊，真的蛮痛的。就是要先打死左右两只的概念就对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但可是我的骨血珠就是没几颗哎。排出进步了，我从来时候就立志开始要，我要学排出啊，所以我才做一个排出教学啊，无限排出啊，对啊，没有啦，那个顺便的，还真的因为酸民去练那个干什么？那原本就会了，只是很久以前，那时候在实况还是什么时候，我忘记技巧了，我做过教学的，排出的教学技巧。消磨，这第几关啊？看起来还不是很难。我觉得看起来没有很难。给他一个小节好了。干，你干嘛凶啊？啊？你干嘛凶啊？啊？你干嘛凶啊？哦，多啊六颗！哦靠，妹，真正伤寒，多啊好尔呢，多好尔呢，我操！干，我觉得太夸张了吧？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很夸张哎，刚刚好，我刚以为是七颗啦。干，这个是什么鬼啊？干，你比夸张的哎，真的是比夸张，我不会形容，真的。知道为什么我会用这个龙科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哦，因为控场龙科已经没办法抵抗这种很鸡巴的盾，还有26颗老虎。26个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颗而已，哇你老了，干，很细，真的，妈的，干，真的，我觉得有点被他耍得完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是被他耍得完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被他耍得完。给我老木啊！老木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下关什么状态？下关什么状态？下关是不是突击啊？啊？下关是不是突击机？我们用每手不打米娅最强的回复力去打这一关吧。进销强化猪中毒克制。哦，突袭哦，没关系，那我知道。
进销强化族中毒克制属性才会伤害。哦，好，了解。确认一下，消除强化符纸不会对敌人造成伤害，所以只有木属才会有伤害。啊靠！不要这对你的很细，因为只有克制敌人属性的攻击才会有伤害啊。哦，等对手转光哦，哦。所以要水才有伤害嘛，所以现在是没伤害。干他他妈很痛哎！每回扣90%，我这边可是他打我不会痛，他打我不会痛。倒不会痛哎、欸，对，还蛮轻松的，只是你回血没刷回满。叠珠，叠珠，哦。怪不得说前面的光很难，这真的蛮难的。转木用人马非常好，我早就算过的。那、木属性伤害，别，我想想，剪刀石，自身攻击力7倍，石头7倍 ，OK， 一波7啦。一波7啦，各位观众，石头哈，来一波7哦，一波7哦，学起来哦，一波7哦。看你啊，一波7哦，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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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。呜啦呜啦呜啦 ！K 哦，呼六天，很简单呐、啊！我带人马是有用意的，对，绝对不是不小心带进来的，我故意带进来的，故意带进来的，故意带进来的。小姐打不出伤害，姐去对啊，人马。OK。